那你把啥价给，啥价给啊？张大爹，他那看跟小姐不过，他送几次了这么多，都是见他穷光人。但看跟小姐不过，那他可能个原把个家财个那点啥的，干不多叫我，啥价就差的，对不对？原本个门生了这么多，他求了个张大哥门店了，他那就可能门掏的往那进，但这就差的了，因为我这里毕竟个农村。就到上去收集了，等你讲呢，啥家啥大把的，啥家啥的，那啥一个，那就不能蒙大把的。可能给他，就长大速度呢，大约一把他头把的，啥东西没去打瓦些，等着这些个，啥东西没去打瓦吃掉的。等你感觉嘞，他感觉不长大啥的，第六感觉个，嘛就速度完了就是使用的，第六就不弄了，他，打瓦了一下。他第二句就给弄了，马巴东，马拉，那大伯，什么去？空龙那个送东西的。他大伯那马军进来用，就感觉钱也穷极了，是吧？等这钱呢，弄他在往那去的。那来用，感觉是啊，就对，感觉有那个大马，就把东大马也送上，感觉是。等这些吧的。在那也打哈子讲呢，就。刚才叫个当官的看得起，可就把那个是那么低落到那路，那些马车的就是马把个把的，是吧？他就送完的别个，他那刚才马就哭了点就他刚才，他那铺啊终究老是把多少个就刚才，他那钱呢？刚才忙不急忙就把马车把等的别个去路就先送上，那么就可能忙到不了。你再懂，他那我说现在是有啊，多少当官可能忙到的了。但这个感觉给打完了，就差价钱没给打完噻，等着就来回了。等那江龙的打完，在江龙才去，江龙个他说他们才不是那什么，都等把从他的边看，说东西送了，就都跟把土鸡生的人。他这样，等那江龙个跟把土鸡生的的，江龙个长大的感觉说出来是用的。第六级上的农都打完起来一下，那第六级上的农呢？跟把土鸡生的到了吧，写了讲是你这个，等你，从那个，他种出来好像七千，结巴子的往那去，是吧？他种上到了，种农些个，现在看来，门看来就打完了，才投资这个事儿哇。现在种木农嘛，才农把就对，我到那了，跟把家伙也送上，跟把家伙啥个门的？那他根本从正常了嘛，投诉从那进来，人嘛多的，因为忙着我去了三百白的，老汉白送进去老汉，从那进嘛空调是开，你看人们都，他们说啥家事有啊，忙到通，都是几百人，他那如果给了把的，他如果给了把的，他就动一点给这个。你讲过了嘛？中华钱不过啥东西，生产这么多，中产的送几百的，但得了用的，肉，他的热酒啊，五百个人，一人不接个，等于得，两百的，全都得了。第二天把钱送上，等于肉钱给他两百就没用噻，忙得来接到，那第二种的，等于，搞点把山庄，给路山庄，没，他等人的就没打完嘞，还有一个下山人路噻，他下山人路噻，得用，接着没接个，等吧，你像那个进去个不了，那就下山不就千万要送上下山人路把噻，等着就先把嘞，开头给了帮助单位去了，三百元那他得，修起摩托车，再就再是下山不那个的事儿哇。